我哋依一間店咧，其實係我哋整體係個旗艦店啦。咁樣，咁我哋好想真係有一個 corner 咧，係可以俾小朋友自己可以 interact with 食物，同埋有一個地方咧係用一個好遊戲啊，或者好即係小朋友會中意嘅一個環境咧，去俾佢透過玩嘅方式去認識地球啊、環境啊、食物原來係咩嘅關係咧，咁樣。珍珠肉咧就係、是、以菇類啦，非基因改造的黃豆、豌豆和米作為一個主要的營養的基礎來的，它的蛋白質是很高，這個鈣質是比珍珠肉還要超出兩點幾倍，鐵質是高出 50%。 而呢另一個層面就是說少了很多擔心，因為不會有那些激素、抗生素、這些其實今時今日很多人害怕的東西。那我們為何有個手推車，它可以透過這件事呢，佢媽咪都會問，佢屋企人都會問，哦，其實，你買緊呢個咩嚟㗎？我舉個例，我當係 almond milk 咁樣，咁點解 almond milk 有咩好啊？其實透過依種嘅對話同 interaction 咧，將教育融入咗生活咯。其實我覺得 Green Common 根本成個 Green Common 每一間都係一個教室嚟嘅。Be kind, go green 我覺得其實任何一個小朋友本身呢，天生本身就是充滿愛心，反而我們大人有很多東西，我覺得應該是鼓勵大人去學回小朋友去找回自己那份 compassion。